开局直接冲，大家都知道我应该要干什么，那就是一口气把 AOG 升到满级。但是我材料不够，于是我只能抽这个转盘疯狂积攒材料。升满级需要370个蓝色喷气，所以我现在还差100多个，只有抽这个转盘抽的比较多。这个抽奖呢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因为全部都是出过的东西，虽然浪费吧，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2000 years later， 最后我花了将近6000，终于攒够了材料，现在就是一口气把它升到满级。这把 AOG 太好看，我根本抵挡不住诱惑。兄弟们，成功拿下！还有小伙伴说这把枪的手雷爆炸效果也是特别的好看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这局我网位又炸了，现在卡成了200多。不过搞笑的是，还有一个敌人飞到我脸上被一喷带走。嘿，兄弟，滚！你这属于自己撞到了枪口上。调了一下网位之后，也是恢复正常了。结果出去差点一命呜呼。滚！看我血量，只一滴血，多一滴都挤不出来。赶紧跑，他应该要丢东西炸我了。接着开箱子拿一把 P90， 然后飞过去找人。脚底下来了一个原地，妈哟，这个集中特效，他特效把整个敌人都盖住了，超级大的。不是大哥，你这有点过分啦！放着我的面前我鸡哥，你小子在太岁头上弄土，正好我看看淘汰特效。Oh my god！ 哇，真帅！夜狼头，这个击中特效才是最厉害的，它好大，估计很远的地方命中也非常的明显。接着我连着打了2次的 BOSS， 主要是我为了拿多点 P90 的子弹。这局是一个完美的躲桥圈，但是我错过了一个最佳时机。我还没有落地，就看到下面一堆车呼啸而过。蹦蹦这个人都没有倒。说实话 ，AOG 变成平民武器之后，伤害真的大不如前。如果不是有皮肤的话，我估计都不想玩。继续读，我相信还会有人过桥的。此树是我摘，此路是我开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来了来了，停车收过路费。还真听话呀，嘿嘿，真停车了。我只打掉了一个前轮，按道理来说能开的，但他却停了。我很欣赏你啊。刚刚蹦蹦的人也回来了。我靠，你们两个回来抢我人头啊，幸亏我眼疾手快把人给补了，真是大坏蛋，把他们全部变成狼人盒子。又鬼鬼祟祟摸过来一个，咱们把他扛过去，让三个盒子整整齐齐。不对不对，我怎么听到了汽艇的声音？先上桥顶观察一下，我已经看到了一个人鬼鬼祟祟的。我靠，气死我了，人头又被抢了，我真的要口吐芬芳了。你自己不打，我一打你立马就打是吧？这你能忍吗？忍不了一点。他坐上了汽艇想跑，这汽艇坐在里面是达不到的吗？打着打着，胶碟滑掉下去了。我去！不过问题不大，他已经是盒子一个了。倒了倒了，他队友42码大脚步哐哐哐的跑过来。
想说啥。石头后面又发现了一个，这人拿着一把妹空差点把我给秒了，还好丢一颗雷省他归西。正当要走时，还有一个人伸手来吃。哦吼！哎呀，收过路费，收过路费了。Denied。这一局一直在打架，都没有给你们看这把枪的细节。首先咱们先看一下解释效果，超级帅气的。哇，这火一顿喷呢，然后就是很多人说的手雷爆炸特效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压迫感超强，而且感觉它的爆炸范围特别的大。就目前的感觉来说，这个手雷特效应该是第一名。嗯，再看看击中效果，正好来了个人机，打一下爪子拽一下，我感觉这把枪各个方面都挺好的，几乎没有缺点，缺点就是 AUG 这一把枪削弱之后伤害低，但是是枪的问题，不是皮肤的问题。没错没错。接着打算去换一艘汽艇，然后再去抢夺防区。哎呦我去，其中一个队友已经被防区给补掉了。这里我看到了门口站着一个不是吉利服，但是配合队友去打了一个吉利服。这里我们两个都以为没人了，因为他的队友被打的话，另一个肯定是要支援的，但是一点声音和脚步都没有，这就让我们放松了警惕。我甚至还丢掉了 P90 换上 AWM， 结果队友立马就踩雷了。果然还有一个老六在上面一动不动，并且队友倒了也不带动的。先打一下拿空投的这个，打着打着还被狙了一枪，怎么感觉自己被包围了呢？最近这一波间谍没有打过，我人傻了，打了这么多枪竟然没有死，这 AUG 伤害贼低。P90 的话肯定就秒杀了，本以为他只剩一滴血，但是我一看他的回复，打了半天他又掉了一半血。离开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敌人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